建议你们自己带枕头跟毛毯。枕头跟毛毯最好用自己，因为它也是全部都拿下去洗之后再重新包装。可是至于它什么时候洗呢？但所以我们可能会盖到人家前面使用过的，对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可能都是很多人用过之后，然后再换。全部清洗啊？它不是这一趟航班飞完就带下去洗，它是从这架飞机开始飞之后就开始一直用用用，用到这个飞机要收班的时候。退役。都腐烂了。就是一架，这一架班机像跟战舰一样退役，然后跟着飞机一起退役。对，他就跟着飞机一起下去休息、洗澡。真的，我每一次用那个毛毯。那个尘螨的感觉，对，因为会过敏，对，然后会掉眼泪，对，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。我看过有人把 Hello Kitty 的那个脚那个枕垫枕头直接放在脚下面垫脚，很多东南亚航班很多客人都这样，对，永远不知道他们做过。商务舱的毛毯也是吗？哦，那个会有新的，那个会有新的，商务舱会有新的。上次给您盖的是全新的，哦，有没有？全新，香香的。OK， 但是像廉价航空的话，他们就会都会卖自己的，就是所以你可以就完全一定是干净的，然后你也可以带回去做纪念，这样哦，可以买，可以买。